大家好，我叫陳怡晴，今年17岁。我叫陳舒晴，我都今年17岁。喺呢段長短嘅時間 ，BCS 令我改變咗好多。今年 BCS 有200几个學生，我覺得 BCS 嘅最特別之處就係佢嘅人士網絡好細。喺呢個咁細嘅圈子裏面，可以好容易同其他人溝通同相處，故之源大家嘅關係都變得好融洽。雖然依個圈子好細，但係依間學校有嚟自唔同國家嘅學生，喺 BCS 可以擁有到第二啲學校冇嘅經驗。我希望你揀嚟我哋 BCS 依個嘅大家庭，同我享受一模一樣嘅經驗同回憶。咁快啲嚟 BCS 啦！